变大呀。那你要一个整个买的多少钱？可以切开的。我想要整个。整个买大吗？可以。它的整个看着不大。那个一根烟是多少钱吗？那要称呢，有大有小。要稍微小一点的。小一点的有六斤多吧。一斤多少钱？有18的，有20的，还有25的。为啥不一样啊？有板栗的、核桃的、赤红的。普通的是啥？普通的是那个板栗的，18的。那普通的这种，哎贵，这个往家提上了还。来几个？要一个。要一个。嗯。要大的小的？小的，小的。你现在有多大好吗？你给我瞅瞅。哇。这个买回家好看，然后它八斤多一点，八斤四的，还大吗？好吃不好吃？这真的啥？这是纸馍。这算啥嘞？麻花儿。这咋吃肉？可酥。啊？可酥。可酥这都掰不掉。他卷儿贴多蜂蜜了。搁让妈妈吃呗。有点甜，反正是。阿朱吃呗，大麻花儿，可甜耶！